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画面，但是那画面它都是比较像是片段式的闪烁，因为是我从我的记忆去，然后把现实原有的素材做一个比较像是我就是海马里面就是所呈现的一项，海马就是脑里面的一个组织，然后对，然后它会有时候它会就是睡梦中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脑海里播放，然后我就是借由就是有点像是类比的呈现，把那些影像做很类似，然后很像是我梦过的一些记忆，或者说可能是我现在的脑海里的感觉，把它呈现出来。因为我脑海里面的世界，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借由影像的方式把它做一个输出，但是是一个类似的素材或是一个类似的感觉把它呈现。就是你最后那个舞曲，就是比较有 beat 的部分，那个你会希望大家起来跳舞？因为我想说，这边好像很少有跳舞的感觉，然后我想说，可能稍微带入一点这元素，算是一个实验测试的阶段这样。然后就大家都没有跳，有啊、所以我就不过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希望说可以，如果有我的演出的话，可以有一些让大家可以跳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就是从 Domain Noise 这个名字，然后再加上宣传上面谈到的这个实验的东西，你觉得在什么意义上你的作品跟 Noise 有关，然后是实验？其实像我当时 Domain Noise 一开始，人家会以为我的东西会很吵，然后甚至会觉得可能就是 不太受欢迎的那种噪音，但是我觉得噪音的分类还蛮多的，因为其实噪音也有蛮清爽蛮好听的。对，那我会讲多么噪音，就是我在用制造声音，但是我觉得就用噪音来就是做一个我的 logo， 所以我就说多么在用的噪音。对，但是很多人会以为可能真的很吵，或者是说让人家很刺耳的，但其实噪音的分类不一定是那么负面，它其实也有一些比较舒服又愉悦的。对，为什么舒服又愉悦的还会叫做噪音？就是对对，喜欢噪音的人，他可能觉得舒服愉悦，可能就是他的噪音这样子。就是我想表达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以本我的意思会觉得啊，我的东西比较主观。那我的话，有时候我是喜欢很吵、很讨厌的那种 dirty 的音乐的话，然后我有时候对一些很干净、很纯洁音乐，我觉得那反而也是一种噪音。就是角色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对，听到刚才那个就觉得后半段有一些段落就听起来就很像那种欧洲的那种串子，就是那种柏林啊，现在已经不是柏林，就是爱的大游行那种。他去年第一次在那个柏林以外办，然后他是在一个隧道办，然后就出一些事情这样，然后就很可惜这样，就没有再搬下去那一种感觉。所以或许啊，如果假以时日啊 ，Domo Noise 的这一种表演，如果能够在那种海边的那种音乐季，然后是晚上的那种电影舞台的话，应该也蛮配的吧？我想，蛮适合的吧。个人一点浅见，他的声音是算出来的。对。因为我用数位先做了十段，然后再有点像乱数这样丢到网络上。网络，因为它是一个网络的小游戏，有点像大家在玩那种线上游戏这样的那种意思啊，就像你在玩《伊拉崔特》这样，就是先画节点画出来，然后画完之后你就让它跑，它就像一个你就制造一个小生物，然后它就会跑，然后它必须要接收一些讯号，然后我给他的讯号一般是聊天啦，可是你这边打 MSN 过来，所以我就放声音，懂我意思吗？就是他要接收，好，就这样，不懂，他就很像有像一种那种机器人聊天的那一种意思是一样，你不是要一直打讯号吗？他跟他对，然后他会一直有回馈这样，所以你用声音去喂那个，对对对对对，是类似是这意思。那我刚有讲到就是那个界面，中文有讲到界面好像蛮复杂，然后也是蛮不一样的。然后
你就说用这个声音来喂养这个生物。那我是说，因为这个隔着电脑，然后我们又看荧幕，其实我们不知道你的这个方法是什么。那我只是想要问一个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是用不同的创新的方法在做一个东西，那你如何把这个方法给大家看？说，哎，我这个作品它同时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方法它可能也是这个作品之所以创新的一部分。那我说这个要怎么表现出来让大家知道？感觉刚才我们不知道，好像有点可惜这样。其实这个创新是他这样跟我讲，他就是他提醒，因为我是本身蛮资料狂，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般的游戏软体，我根本不 care。可是你说我在乎的是那个，就是我想要表达那个数，就是一个数位错误，然后它去衍生出一个新的生植物啊也好或者什么的，就看起来的我要讲只是这一点，所以那些后台多复杂或。或许别的艺术家这是他的想要诉求的，可是对我来说目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就是想用一些机械的东西来做，本来期待是用机械，因为上次没看到，就是一些那个装置的东西。对，本来就是他们知道的话，是我本来是在用化学颜料，然后那个媒介是我的体温。可因为这边装置上有点困难，又要换厂，所以我后来就选比较轻便的方式，对啊，而且也总想要简单帅帅来，然后帅帅走，因为我每次装置都背一大堆东西，太鸟了，对啊，偶尔这样子。现在还有。